大家好，我是老金，今天是4月28号了。我现在是在郫县，这个地方离那个唐昌古镇都很近了，周围全是农田，看见了没有？一大早上班，老周给我打电话，说是让我到郫县这边来坐一坐，然后我就赶了两个多小时的地铁转公交，现在到地方了，还差几十米就到他的那个位置了。走，跟我走看看，这里感觉已经很郊区，很郊区了，是不是？